浩然的 pitch 一开始有点 flat， 但是后来追上来了。但是你有一个很好的优点，就是你演的戏很好，你整个过程都好像真的在找女朋友的样子，我都给你弄甜了。这是能播的吗？然后李毅。 李毅是唱的最好的。对啊，你这声乐进步了很多啊，这一回。谢谢老师。你唱到我都有一些心动了。你哪一个不心动？全部都心动。哎，有一点点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是能追到女孩子，追到我的，可以。追到我了。恭喜你们，我觉得挺好的一个表演。谢谢老师。 首先表扬一下大家，我觉得真的跟第一次公演相比，这个舞台真的进步了很多。我个人非常喜欢舒浩的演绎，因为可能之前见你都是欢快或者是比较帅或者是非常语速非常快的 rap， 但是这一次是在抒情课里面的 rap， 我觉得反而更打动我。 就是我如果作为女生的话，我更会被打动的感觉，对。那我下次我也想唱，我也想打动陈潇老师。我吃醋。哇塞！追到了，追到了。 그리고 중간에 우리 슈하우가 랩이랑 처음에 나레이션을 했잖아요. 后来，我都会在那些雨天。 去到我们俩曾经一起去过的地方。 너무 잘했어요. 한빵. 다만 처음 나레이션 할 때 조금 몸에 무브가 있었으면 어땠을까? 그랬으면 훨씬 더 되게 세련됐을 것 같아요. 이제 단점을 좀 말씀드리자면 일단 안무가 여러분들이 되게 아마추어 같았어요. 아직도. 이렇게 조용한 노래일수록 더 절도 있고 조금 더 아주 세밀한 그런 연출이 필요한데 여러분들 안무는 굉장히 좀 올드한 편이었어요. 그리고 아직도 노래를 너무 속삭이면서 불러요. 발성이 안 됩니다. 그리고 그 뒤로 나오실 분들 다 명심해야 될 게 제발 마이크를 이렇게 멀리 떨어뜨려 놓고 부르지 마세요. 제가 늘 요령이 있다면 이렇게 해서 인중에 대고 검지손가락으로 이렇게 막고 거의 밀착되게 부르시면 훨씬 노래가 잘 들어가요. 收到，学会了，学会了。谢谢老师。唔该晒制作人同各位导师，第一组超星练习生，请你哋去后台欣赏你哋竞争对手嘅表演。 直接完全不一样，直接要把舞台压住炸开，这个风格完全不同，所以我们各显神通吧。对，看完第一组其实对我们，我觉得没什么影响，就是我觉得是完全不同的曲风，我们只要静下心来把它演好就好了。有请 vocal 组对阵嘅第二组超星练习生，佢哋系一号颜玉坤。 好帅！二号冼正峰，哇，帅！三号黄东辰，E C 上劲儿了，来了来了，回到主场了。四号林展硕，五号黑木印，六号路己，表演曲目系 Renegades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破镜者。大家好，我是破镜者，要继续努力突破舞蹈的贺木恩。木恩。 大家好，我是破镜球，不破不立的陆琪。大家好，我是破镜者不断突破自我的乐队主唱东辰。大家好，我是破镜者的队长爱破防的爱玉坤。大家好，我是破镜者里突破险境的险境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破镜者里。 爱破涕为笑的男孩林展硕，哦，
今天希望这首歌也能够给大家带来替和笑两种感情。请准备你们的表演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组很期待的哇，这组很强。神仙组 ，Poco 的神仙组合，我们精神领袖，精神领袖 ，DC、RG 加油！阿奇，阿奇加油！为你们助力。